年度啊，真的非常的厉害。来，我们跟大家讲，今天呢有八路规格，八路规格，还有我们的七路规格，好不好？大小颗猜，大小颗带呢，五路巨无霸，好不好？超级巨无霸，超级大颗的。来，我们跟大家有看新闻都会知道，今年产量呢真的很少，尤其是下雪，好不好？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们新鲜果都买得到。来，我们直接呢现场切开给大家看一下下雪芒果。来，各位弟子知道它管用。来，我们看这样切，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果肉，好不好？哇，有没有看到？今天的切开就长这样子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一切开那个香气整个跑出来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下雪芒果，哇，整个流口水了，我的天啊！甜度香气真的非常高。来，我们今天直接实测一下甜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看到，哇，15.4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们下雪芒果甜到爆炸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准时上线喽，拜拜。